太平区的每一位最棒的民众，我们各位在场朋友，我需要你们现在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掌声鼓励好吗？让我们来欢迎到的是响应音乐舞蹈艺术中心团队精彩的表演，给我们带来的演出的音乐第一首曲目是大家这是谁这条歌没听过的人我要问看看，叫做可爱的玫瑰花，没听过的人举手。哦，安尼知影你几年厝啊？你过来欣赏可爱的玫瑰花，掌声鼓励。那第一位我们演出的老师是这一台最大的，有谁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很好，电钢琴我们的一凡老师，请掌声鼓励，负责我们今天的钢琴演奏。再来，我们最右边的最大支的这个弦乐器叫做大提琴，我们的梅尊老师，请掌声鼓励，掌声有点稀落哎。大提琴哥哥的掌声鼓励，再来。我旁边这一位明月老师，这个乐器有小提琴，我们的慧宇老师，请掌声鼓励。接下来这支乐器叫做长笛，我叫文豪老师，请掌声鼓励。
刚才我们听到很好听的可爱的玫瑰花，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第二首耳熟能详的曲目。那这首是一首大家应该都听过的曲目，那事不宜迟，接下来带来第二首演奏曲目《甜蜜蜜》，掌声鼓励。
然后他之前在退出乐团之前呢，也开了很多次的演唱会。不知道知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女歌手是谁？哎呦，怎么那么厉害？答对了，来给他自己掌声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带来这一首江蕙的曲目。那如果你会唱的话，可以默默的跟着我们音乐一起分唱。那这首曲目叫做《给敖》，请掌声鼓励。
接下来呢，我们要带第四首曲目，也是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曲目。那在带曲目这首曲目之前呢，我想要让大家听一下我们每一个乐器特别的声音，想听吗？我只听到前面，各位朋友啊，准备听每一支乐器的声音吗？我们刚才只听到合起来的部分嘛，那我们先请我们的一凡老师先示范一下他钢琴的部分，来，请掌声鼓励。哇哦，知道这首是什么吗？都被人知道，这首是，好，没关系。一凡老师说大家没听过，他说要再一首，要吗？要再一首吗？好啊，我们这首。点到天鬼，不吧？给我们的一凡老师掌声鼓励。哇，这条天鬼人也唱，什么时阵会听到？什么时阵会听到？来，这位，这位，你讲，到本色。啊，红姐，你又来，给我一瓶水，给我一瓶水。妹妹，妹妹，你帮我给她一瓶水，好不好？谢谢，谢谢。我补充。介绍贵宾一下啊，平安里里长、施里长来到我们的现场，施里长你好，谢谢秀才。接下来我们要听的第二个乐器是我们最大的弦乐器，梅坤老师负责的大提琴。有想要听不？哎，没人要搞的。有想要听不？哇呵，那我们请我们的梅坤老师来示范一下他大提琴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要演出第四首曲目，也是一个比较抒情的曲目。那这一首呢，如果你会唱，也可以轻轻的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跟着唱。那接下来带来我们第四首曲目《寒温的气》，请掌声鼓励。
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听，我们刚才听过钢琴跟大提琴的声音，那接下来我们听小提琴的声音。想要听吗？想要听好，好，大家边吃边欣赏音乐，边听我们小提琴老师拉的声音。接下来想要听我唱你的声音吗？哦，想吗？太小声了，想听吗？啊呵，大家很认真。
百分，好一百分是吧？谢谢你们。我跟你说，我帮你们送礼物，我会扣你扣你们的钱啊。真的吗？没有啦。好，真的很棒的演出啊！我想他们才有一首歌的时间哈，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在场的朋友啊，一剪压工麦克 K 鬼皮啊了哈，等我已经分开差不多我们200位的一剪哈，单子都已经送出了哈。接下来最后一首是比较轻快的歌曲，带来这一首《欢迎来恰恰》，请掌声鼓励。自己土生土长的这么多优秀的团队，愿意